半快啊，很多人看球正快，人家来，你看刚才别人抢了吗？怎么现在这么多人有？哦，不抢不抢，你要不要加，最起码加。那我朋友，今天现在就在飞机上，去马上就买好了。专业举手，然后他加的钱，专业接手。就是在这大学旁边，那个罗马，叫我那个就是比较远。啊，不专业了，是叫罗马。人家要在上海就住在世博会旁边。啊，对啊，是的。哦，叫什么 ？Artist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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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t
样的，最有钱的是迈阿密 beach， 对啊，迈阿密 beach 是住在 beach， 不是全带小帽的，真的，全是有钱。那你们电梯里面的人都穿着非常全带小帽，那出门还得带小帽，打扮打扮，不像非常全带小帽，是。还有波士顿故事，波士顿跟迈阿密风格不一样。波士顿是波士顿是学院清新的，价钱又便宜。学院清新是那个在迈阿密，大家都是要去那个就是 high fashion 的，什么 Gucci、LV 那种现代味儿。对，就是跟人家上海一样。波士顿那有很多就是，真正的有钱人，但是呢，他可能就是低调。好，说就好，你让我带吧。
一六吗？哦，你们三号。二八，你们三号。Service 四号在哪儿？二号来。要不要换？二八可以。一，哈哈哈哈哈。靠把手。您这十块钱管吗？靠房子。来，我给你换一个。都这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已经好久没有了。我也想换这样。Thank you.